这个金世雄呢，为了惊讲哦，这百姓批评伊所作所为，所以呢便听从这李斯的建议，将阮呢中国真侪这个古珠拢甲放火烧掉，并且挖一块真大块，将所有批评伊的这个读册人拢总甲带落去。这两个书家也都历史上真出名的焚书坑儒啊。听人讲，当当时有三种册是金世雄指定一定要留落来，第一种无穿衫的，第二种烫了了的，第三种烫烫光光的。纵横天下20年，神功秘令任凭天，两面评价在人间，风云中豪杰武则天。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煞唔知讲有一个讲女皇帝，因为生活淫乱，每一暗呢，棉被一个砍大话一声啊，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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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呢，这外人都该呼一个名，叫伊是一代女皇啊。来一开始呢，其实武则天为的呀，是，但是因为今天故事男主角正是感官拥有两面评价在人间的一代君王，伊不是别人，正是秦王嬴政哦。是哩，为你讲，秦东，哎喂，你别弄啊，喂啦，你是你看那等人别弄啊。是哩。为爹公金龙嬴政13岁就继承了王位，在21岁的时阵，伊就逼死了相国吕不韦，并且利用的连横计策，离间六国的感情无偌久，伊就纵横天下一统中原哦。讲了太好了，结束了中原长时间来军粮争霸，相信秦王嬴政的消息一定是如日中天，不可一世吧？完全正确了。所以讲金龙为着呢，要让伊一手建立这个霸业，由一世、二世一直传到千秋万世，所以呢，伊就自称自己就死亡了。金世雄有一条歌是安尼唱的：世雄，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世雄，泪水已干不再流。对不起，世雄，对不起，那你是否？不是去红，不是吗？不是去红，是红，你是去红。喂喂喂！金世雄的一生当中，伊大概有做了三项的贡献，但是呢，嘛造成了三项的错误。哎，那你来讲看麦，这三项罪过到底是对三项呢？是的。咱第一项话讲到呢，得到天下的这个金世雄，为着来享受爷爷身高九尺八，你们这个感觉，所以呢，一边征调各地这个百姓呢，跟着这努力的，甚至呢，动用国本大兴土木，建造了这座呢占地正宽这个宫殿，这个所在也就是永乐的阿房宫啊。哎呀，实在是太酷了，搁说了起了。过来呢，这个金世雄呢，为了惊讲哦，这百姓批评伊所作所为，所以呢便听从这李斯的建议，将阮呢中国真侪这个古珠拢甲放火烧掉，并且挖一块真大块，将所有批评伊的这个读册人拢总甲带落去。这两个书家也都历史上真出名的焚书坑儒啊！哎呀，惨惨惨惨惨！哎呀！哎呀，唱唱唱唱唱！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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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听人讲，当当时有三种册是金世雄指定一定要留落来。第一种无穿衫的，第二种烫了了的，第三种烫烫光光的。啊，就讲留一本 Playboy， 留一本 Penthouse， 搁另外留一本 Fruitjuber。Playboy、Penthouse， 我知啊 ，Fruitjuber 是啥 ？Fruitjuber 好酒杯，无啦。哎，你讲话那种同款，人无穿衫。
当时吼所留落来三种册，正是有关于医药、补士啊，甲这种植方面的册哦。是哩。你讲的对啦，但是总是讲哦，这个秦始皇虽然讲占卜一生受到无数这百姓的万分，但是呢，伊嘛是做真侪呢，对咱这中国后代贡献真大的成就。哦，比如讲是啥物物件呢？吼吼，参照呢，这个秦始皇为着要预防塞外匈奴的作乱呢，所以呢，一边连接了这一座呢，这个西面临洮，临洮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西面临洮吼，啊，东面卡村头。是吼，都有特别大家研究啊。三点水，搁是这个好兆头的兆，这个是兆这个头，还是爻？是，还是兆？无用啦，阿拉算活佛家的来做主意就对啦。总是呢，西起临洮临洮吼，临龙公公啊，东至辽东，全长大约一万多公里的这个火国祥地，这就是呢，这个太空人阿姆斯中在外球顶看到咱地球唯一的这个建筑物——万里长城啊！万里长城，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。高粱飞黑大豆浆。哎，我来变音，我知你好的变音咩？没啦，不你去唱我讲，我好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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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了。万里长城，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。厉害的，哎呀，我说话没。高粱肥，大豆香，遍地黄金烧在扬。自从大难天天切。好啦，讲正经的啦。另外呢，一共有伊哦做了真侪这个贡献，亲像呢建立这个呢郡县、土地私有，另外一共呢统一文字、货币、车轨，跟他度量衡呐。小蛋，好几个拢听这個，到底是度量衡啊，度量衡啊。我跟你讲啦，讲你吼无读书，你阁唔成人啦。真正度量衡，度量衡哦，那是一种哦法定的这标准制度，都参照物件的长短、大小、轻重，拢不需要用一个的标准的呢。啊，这个物件落去计算的意思。哦，安尼我了解，但是你千万唔好用这做标准啊。安尼哦，个人唔是安尼哈。欸，个人不，没咱讲真个，头前敢若有烘过呢。个人不是好条件啊。你来跟我了解咯，还是先是讲半斤是八两，是一斤是十六两，没错。你讲个嘴角全部，它这个物件的这单位换算的数问题，足简单的嘛。哦，是嘛，足简单的。啊，你讲简单，我故意来给你扣一个。来啊，一个小时是六十分，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啊，你一个半小时是几分呢？你蛮，你是读个歹是吧？你是破病的。嗯，这你唔知影，一个半小时是九十分呢、啊？完全错哦，你这个大笨蛋啊！这一个半小时当然就是三分钟嘛，一个半小时三十分钟啊，啊那是两个半小时的六十分钟，三个半小时啊，你唔知九十分钟，你咧戆人戆嘛嘛，喂，你戆人做节目足忝啊。